你好，我是张大飞。昨天晚上我想让就在这里搭的帐篷，然后在这里休息的。今天早上起来做点早饭，吃点，准备出发了。准备着吃，还是昨天晚上的挂面、火腿，将就着应付一顿吧。等一会儿上去。乡镇的话，看有西红柿啊、鸡蛋啥什么买一点，或者是怎么弄。今天早上先这样吃吧，先加点水，加点水，准备烧锅。还第一次做饭，今天早上做了1个小时，差点把饭做糊了。加油吃吧，面条好了。装备已经收拾完了，然后准备出发。下一站八宝，Let's go。